大家好，我是 Toby。 今天是3月21号，德国已经有20000多确诊病例，德国超市放手指的地方还是空空的。这个时候美国人抢购药和武器，意大利人抢购烟和喝牌，法国人抢购小套套和红酒，苏格兰人买 whisky， 德国钱憨憨抢购手指和面粉，感觉我迷路了。非常多人问我为什么德国人抢手指，我觉得这就是羊群效应，因为大家很害怕，也不知道做什么。一些人担心如果隔离在家手指不够怎么办，就开始买手指，其他的人看到了觉得自己也应该买，于是所有的人都去买，但是一包纸占的地方很大，所以很快就空了。如果有一天手指真的卖光了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你们的魔鬼又来咯，今天要给大家种草的是蓝莓。 Oh my god， 这个厨房纸 Oh my god， 又大又厚，吸水能力特别强，而且它不会油脂屑，但是这个纸有点糙。 Oh my god， 会有轻微刺痛感，如果你是敏感皮肤建议不要食用。这个餐巾纸又薄又大，握起来超顺滑，主打超级柔软手感，超顺滑，非常适合所有的女生们，超级柔软， amazing， 超顺滑，超大， oh my god， 超轻超薄，所以女生所有男生扛过来，这款产品厉害了， oh my god， 吸水量非常大，非常柔软，全棉制造，绝对的欧洲范儿，你用了这个之后 international， 特别的用卫生巾，我只推荐这个，其他品牌给我太多钱，我也不推。这个产品真的非常流行，所有的女生都会买，但是看 Toby 这个视频前，你们肯定不会想到它还有这个功能。我的妈呀，好性感，手感柔软有弹性，你们知道的，它有很多不同的色号，但是 Toby 只推荐这个黑色，真的 very very色号都不要买，你有什么可豪横？因为只有黑色耐脏。Oh my god！ 树叶，你们看，真正的国货之光，颜色超正超正，家家必备。红冷加维尼找不到任何可以替代的商品，红冷加维尼，重点来喽，纯天然无污染 ，beautiful！ 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上头了，垂又垂，好看。适合任何肤质 ，beautiful，amazing， 原生。